春性感千秋，元宵节影视歌星联欢晚会，重量级卡司报道歌王叶启田，酒窝歌王傅振辉，低音歌王梁毅，唱片新人蔡明琪，民族麒麟苏金红，也還有公布天王陈建成，率领星星电视台主持群为您欢喜庆元宵。正月十五元宵节暗时六点，草屯陈富将军庙星星电视台 Facebook 同步播出。小姐也是歌星联欢晚会开演，来时阵由咱的专属群为我们跳开场舞。安排好听歌曲，无缘的新娘。好嘞，谢谢，来感谢咱全国好朋友来安排一首咱的无缘的新娘。
安排一首《爱伊爱甲心疼疼》，来，赶快掌声鼓励，小龙。欢迎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元宵节快乐哈！爱伊爱甲心疼疼，谢谢。头那沾露水，就一定会出声。为什么你袂了解？为什么你袂了解？爱你爱到心疼疼，阮对你的付出全无讲条件，我为真心甲你换。变心的你啊，放阮在孤单，伤着阮痴情的心肝。乱梦亲像云中烟，飞过山。有啊，那飞过花，就要搁我偷看。为什么心甘情愿？为什么心甘情愿？为你，为你心破碗。你对我的牺牲到底要算啥？甜言蜜语欺骗我，痴情的我不甘来看破，留着你思慕的形影，乌梦为何夜夜甜，阮心肝。出
条件，枉费真心甲你换。变心的你啊，放阮在孤单，伤着阮痴情的心肝。乱梦亲像云量烟，飞过山。谢谢，我来捧个下鼓励你。谢谢，好辛苦了，辛苦了哈。等于你卡休困一下。这他做这武棍哈，你这叫做什么毛？岩椒毛哟。哈，不是啊，你那这岩椒毛咧，伊底下咧为我的头啊，你给我用落去。这不是岩椒毛。啊，不是岩椒。岩椒毛是青色的。干嘛呢？啊，这粉蓝啊。粉蓝啊，是个岩椒毛。粉蓝啊，就是咱。迄个岩吼，就是比椒啊较大叫岩呐。好，安尼哦。对哦，啊，迄个岩椒毛对啦，绝对无唔对啦。你讲对就对啦。谢谢啊，非常感谢哈。是感谢咱全国咱的乡亲时代吼，啊，大家安安，大家快乐吼。今仔日会使讲是非常安尼吼，咱的关小姐，各地区拢总安尼吼，拢总有咱的关小姐安徽啦。好是啦。你啊看今仔日也是歌星，有拢做过来电话。但是呢，这个那各地这个歌星吼。啊，绝对哈！老师先卖俩讲一个，阿妹嘿，好来，这个错，等一下较唱哈。好，这个，好哈，这个嘿，老师哈，谢谢哈。啊，咱这个元宵节的晚会呢，也是讲咱这栋上大栋啦，真正熟悉的。嘿，所以讲哦，这个要请这个歌星的当中哦，这同届大牌的啊。你家，咱这个宝岛歌王，这有钱请袂到的，是哦，所以讲吼，咱真侪好朋友今仔现场，包括着电视也好，电视也咧直播，对，哦，啊，这网络啊，哦，即卖上界网络嘛，手机也嘛拢会当看咧，所以讲吼，今仔日会当咧收看现场吼，差不多甲看看算算的，安尼两万几个人，是啦，嘿啦，也佫有这个电视。也够有网路，加加起来十几万人在看啦。差不多我看起来差不多唔难，差不多二十几万嚟。二十几哦。对，你算算较好。哦，对哦。所以讲，阮诚心电视台吼，咱做节目拢是做真的，对哇。对啦。今仔今日甲恁介绍咱这报道歌王，就是报道歌王要来高兴点。唔是讲啊，现在讲的尔。哎呀。诶，这安尼，这爱加邀请外国人才来呢。对。这是阮党的交情有够安尼。对。是啊，无这普通人要加邀请。可能有欠担当的钱的款。应该是无啦，哈，无哦。听讲，即报道国王阿未来啦，吼，阿未啦，阿未到，阿未来，当先讲无去。对，好，即卖负责讲一亿外，吼，阿都无大无志，去人能选你选举，人讲阿咩人害我死哦，叫人去选举，哎，是安尼吼。你也看嘛，像于天啊，入去天啊，张帝也好，拢总是人，拢总是讲笑的啦，吼。啊，所以讲即交情有够香，哦，才有在条个邀请。所以讲咱今仔日丹府将军庙呢，当闹得滚滚。对。哦，现场这个也是歌星来个现场哈，哦，所以讲今仔日邀请的歌星啊，除了这个，那你报道歌王啊，跟咱的梁毅，好，啊跟咱这个吼，咱这个新人这个蔡明启哦，这些这电视机嘛拍啊，对，啊哥最近一个，咱这个吼，布正辉最近嘛一条新照片，哦。都好听，厝边上亲，你是我的兄弟有无？诶，你是我兄弟，主手人，出代志做伙掠掠去，你家己了，是啊。哦，所以讲，咱这傅生辉今麦出一张，已经让真久无出新的歌了，对。啊，这张吼，会使讲是上开心的，系，足好听。啊，邀请到咱的歌星以外呢，啊，包括到咱诚心电视台，所有的主持人呢，拢来到现场，拢来到现场哈。啊，当然，这个电视台这边我那真爱，这真有诚意。对。咱丹府将军庙这吼，诶，甲咱。较好的场地哦，你看包括着这灯光、这音响、这个舞台，较好的场地，和咱以外，咱诚心电视台这边吼，诶，今仔日下暗嘛，有要来看咱观，迄个现场的观众互动哦。关小姐哦，专门啊，有咱的哦，有咱的哦，台北哦，嘿，关小姐就是爱下灯眉啦，下灯眉对。啊，所以讲吼，恁爱记一条哈，等一下要来看恁互动，对，啊有。但当然有穿的药啊，要给恁吃。不是药啦，哦，不是要穿大爱的哦。蔡登梅无啦，哦，无。蔡登梅是奖品啦，不是要穿药啊上人。洪湖的奖品啦，洪湖的奖品啦，大项的都对啦。咱出外都不得炸黑你，明天你干哪里对不对？哎，啊，所以讲呢，这部非常精彩，对哇。我大家拭目以待。啊，咱老听到咱这里吼，咱这里声音的当中哦，那多食饭食饱，赶紧趁后早啊。要不你搁较晚来的时阵，咱就徛无路啊，对不对？吼，食饱趁后早来，首先来安排头一队，是听讲。
会暗看两三摊。安尼哦，好，安尼是啊。无多，最近太穷。好，最近真穷啊，你也袂。刚刚去得一夜情哦。啊，鸟喂，好，真正安尼。诶，卡拉 OK， 大家爱，大家大家都拢唱这条歌。来，唔啦，这首一夜情有对。把首歌，特首嘛都好听。真正有影，最近唔知你听什么文理啊？知影，我知影安尼。来，大家听看嘛。好，安排什么歌？邀请两位先生要来安排好听歌曲。一夜情，来，掌声甲鼓励一下，谢谢。谢谢。来，乡亲，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我是两位，吐一个口声来，感谢你，谢谢。咱台南来吼。真侪啦，会一只手的，谢谢你哈、啊，感谢你，谢谢。南方的温柔，情意迷人的香气，酸酸黏黏放袂离。一夜情，甲你分开，已经也过一年。时常想起斗阵去一暝，当初是甲你搏斗做戏，但望你温柔情意。小水，不管你是幽丽也是玫瑰，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一夜情，予我爱着你。珍姐，珍姐。甲你分开，已经也过一年。时常想起斗阵去一暝，当初是甲你共饮作戏，但望你温柔情意。小水，不管你是幽丽也是玫瑰，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一夜情，让我爱着你。谢谢，非常感谢咱。好朋友，今天用人跨甲风云来到咱丹府将军庙吼，谢谢你们。来，伫这个时阵吼，正正多是咱的元宵元宵节，谢谢。一夜甜蜜，迷人的香味。小水，不管你是幽丽还是玫瑰，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一夜情，让我爱着你。好嘞，破个声。
谢谢，哎呀，谢谢，感谢你。哎，梁一你好，来，梁一哥哥你好，小龙你好，阿恁阿俊啊你好啦，好，感谢。港乡诶，嘿，港乡诶，嘿，屏东关诶，关，因为弄屏东关都对。台南，台南，先甲来说咱的乡亲吼，咱现场电视网络的好朋友们好者。是咱电视机前，咱的乡亲时代，以及着咱坐坐。哦，咱到现场，咱只好朋友啊，够咱这个网络，哇，即马拢是直播的吼。真正真正熟悉。咱只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吼。来啊，今日也就是咱的丹府将军庙，咱的圣诞千秋日吼。啊，以及着咱的元宵，哦，啊，煞啊，两位伫遮，也今日因暗吼开场，吼，会当中唱第一位啦。哦，啊，咱小龙是讲这。算较大牌，蛮。安怎讲？我较大牌。有啦，伊人伊人较大汉啦。大汉名啦，无大牌啦。大牌都无你一半大牌。无都拢是穿红的较大牌。那我知影梁一哥哥吼，因为伊大牌啦，伊也上第一哩。唱唱的，因为伊专唱暗会，今仔日下午接作车，十几场啦。算唔知啊？啊，你十几场看伊是哦。伊他妈讲唱第一哩是客气啦，伊是伫咧跑场啦，吼喂。其实无介济啦，五六张。哎呦，你甲看卖，真正迄个歌吼，即一点情。我做个讲白出来，一点情传唱率你也看呢，只大，迄个大大细细都要唱一点情，含阮后生也做个唱一点情。真正熟悉的，我做烦恼。即个大汉大，真正甲你走去一点情就嗨啊！别啦，嘛是爱有白啦。哦，安尼哦，安怎讲？白，爱生活白，健康教育的对啦。健康教育啊，哦。那我嘛真感谢咱今仔日咱的星星电视台吼，所有咱的全体人员以及着咱幕后咱的导播老师吼，以及着咱音响咱的后制这边这老师吼，啊，佮再来就是感谢着啊，我上个敬爱咱的啥星星电视台董事长哦，今仔日安尼足疼痛咱荣誉啦，是嘿啊，我伫咱这个今年吼。咱担当署长原本是讲今仔日吼要来举办一个我的签唱啦，对啦，啊，因为我的片啊吼爱甲十六、十七、二五、二六、二七到拍 MV 啊，安尼哦，也说白讲，伫今年三月份要发行新的新的作人新的作第五张的专辑，即原地担当诶，甲邀请讲今仔日本地吼，无比。入去电也未来啦吼，本地要你做主秀的啦，安尼吼，主秀就是主要的地方拢生锈嘛，嘿，神仙啊嘛，主秀嘛，本地要你做主秀，迄个入去电迄空吼要换你的相片底下啦，要你办一个个人的演唱会，伊个人的签唱会，哎，我知，啊，结果你的相片都电话当中，甲你有伫咧讲啦，我非常非常感谢，但这个心吼，我一定爱甲心念落来。无紧，咱星星电视台也是咱容易啦吼，是算家己的厝，嗯，哦，咱我家己的厝。安尼哦，嘿，啊，担当主持，你啊看咧，即正十年来吼，我伫咱这个广播协会内底吼，也咱足早我就把咱担当主持，是啊，甲我足小疼痛，啊，容易啦嘛，安尼抱着十二万分的这个心情哦，甲咱担当主持讲一声谢谢，我伫遮嘛要祝咱担当主持的这个电视台吼，会用咧播播歌星，咱咧只观众满天下，哎呦，是，祝咱只这个星星电视台，咱咧只自由。主持人吼，咱只优秀主持人吼，啊，佮有咱这个啥，这个后制这边家拢创了真好，哦，电视台非常清规神明吼，即有伫咧收看，吼，这个啥，这个咱星星电视台一定爱甲咱收播收养，对啦，好，感谢您，谢谢哈。啊，所以讲吼，这个头拄啊两位哥哥讲，哦，这担当的，哦，这专业咧甲支持呀，哦，所以讲包括着即处的专辑的当中吼，有邀请阮电视台两位。一位身材上好的，一位歌声上优美的，两位给你赞助你的这个新专辑的歌曲吼，有无？来给你倒唱无？担当署长特别派两位要来跨刀，正宗的，正宗吼。一个是咱这个上这个亚洲新人歌唱排行榜嘛，对，一个是明日之星的，哎呦，这两位真正拢够唱的。啊，佮原本叫一张就对话啦，新的一张，啊，原本佮叫一个如花。好叫啊！哎呦，尾也无好无啊！好加载无，好加载无。你莫叫如花，如花讲话拢讲未清楚，免他唱歌。无得，嘿啦，咱一定爱谨慎，爱认我清楚。是啊，你也叫阮上心电视台这两个哦，这两个都对啦啦。小龙，小龙甲交代，嘿啦，如花，
千万爱注意，千万爱注意，就对了。讲话拢讲未清楚呢，都是啊，真正诶，爱就无法度因咧遗传诶啦，你都遗传因老爸都大忌啦。哦，啊，所以讲如花嘛大忌，因为如花吼，即因老爸因老家是住伫迄个六甲，哦，不是到阮台南六甲，台南人吼，系啊，伊就讲啊，你即卖如花吼，因老爸一抓吼，讲带如花哦，出门去啦，啊，人咧问因老爸叫王孙啊啦。公孙啊，公孙啊，啊！你是带恁查囝要去倒？伊就讲要来落，要来落，要来落落，要来落架啦！我落架啦！我听讲红落，啊，大气啦，有啊，大讲大气无啊多啦，就是啦。啊，是安怎要去落架啦？啊，在咧干，啊，在咧干，啊，在咧感冒啦，安尼啦，有啦。是要落架，感冒要落架，要去红看啦，看医生啦。因老爸都大智力，啊，都生如花嘛，是同款大智啦。啊，是要开偌济啦？啊，都开我一颗烂，开我一颗烂，啊，都开我一颗烂山的啦。所以讲就是安尼。有时有这，比如拄着大智有时候，那心脏病起，我真正有啦。好佳哉，你无叫如花，啊，你若叫如花，这个专辑就无法度啊。啊，若好佳哉叫我内底姓文啦，绝对会丢，爱你绝对会丢，保证丢。你看我即根去迄个台南迄个。感觉唱歌的时阵，我当着如花，安尼哦，我唔后边咧，伫这个站，伫迄个感觉的头前啊，徛伫啊，一路客停车的时阵，头一个叫我啥，你敢知？叫你啥？叫我萧煌奇。哎呦，后边咧讲你痴迷，哎，可能挂乌镜。我哦，迄个时阵你有挂墨镜呐？我那拢老烂尾啦。安尼哦，啊，你是杀萧煌奇杀足久的啊？系啊。顶个顶一届小龙嘛是安尼的，伊都啊宽落落安尼汗臭大大，啊那挂墨镜哦，拢啊当做萧煌奇啦。对啊。你入去唱歌的时候哦，迄人伫内底吼，然后你关吼，你讲讲吼，安尼哦。我今日甲介绍，讲这个如何介绍好哩，好不好？我无，我今日关我死。安尼吼，安尼吼，安尼又在看我讲呢。啊，迄届我有去啦，你有去哦？迄故事是安尼啦，因为迄届吼，我看阮身边后面的有去这个感觉内底做体验啦。迄届情形我知啦，迄有一个用破布机多型的，布机的多型的，哦，迄算破布机的作动的安尼。哎呀，讲哦啊！因为感觉丁你家吼，因为这同学，你弄个叫同学，叫同学，同学，这个无期徒刑的，这个你这个如花晚上今晚跟你睡一晚，哦，慰劳一下，明天就可以假释出狱了，你要不要？你讲买啊，我关了死好了，买啊，安尼啊，假好算啦，感谢，开玩笑啦，好啦，好啦，既然来啦，来说讲来到咱这个草屯家吼，啊，就是咱这个啥，这个丹路将军庙，丹路将军庙家吼，非常非常有这个人情味。系，什么讲吼，两个人今天要来个安排一首《人情留一线》。好好，记得不？未歹听哦，未歹听。林青，老子说，爱听不？好，再听。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来，这首咱好声，给咱鼓励一下，来，谢谢。好，怕我还袂寒啦，对不？哈。路头走不溜，天半人，人路上真大花，袂惊好叫嚣，趁少年紧打拼。卖路在行外外，有钱有势来变车花，天气甲轮椅路口皆无。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卖少受惊鸟运，常常真快活。好天爱雷石，雨来流汗，做咱的北屯流岸着看。千两银，不值四两命。人情留一线，日后人讲好相看。感谢，谢谢。人情来打拼，人生
路头走唔求天满，但但路上面大花，袂惊好叫嚣，趁少年紧打拼。卖好再惊活活，有钱有势来免吃花。明日甲明日路头皆无看，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卖少想惹鸟阮，惹惹真快活。乌天爱雷石，雨来娘看，做人的腹肠犹原着看，千两银。打死娘命，功夫兼才啊！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卖少想惹鸟，阮惹鸟真快活。好天爱雷石，雨来娘看，找人的腹肠。千两银，不值死娘命，不兼财啊。谢谢，你真老一刷，你老公好笑。谢谢你的捧个声，谢谢。你情到一线，日后好相看。这地嘛是你的唱片内底其中一条哟。嘿，我的唱片内底。这条唱过啊，老师。那唔知第几集去啊咧？安尼吼，第几集未记起你啊？这条你当初你无拍这地吼？无。我其实这地未歹听呢。我讲吼，哥哥，你尽量卖唱片，我无听过，因为我来学啦，足忝的啦。逐跩伊若唱唱的好，当地拢点的。有时啊，人听着，特别讲点这条歌咧。我听伊阵唱迄个《乌珠的男女》。哦，乌珠的男女，我都捌。你讲你唱的时，我拄啊准来看。哦，安尼哦，我看到。啊，我前几日人听拢我听妈子的。他保重你哦。小龙介只唱伊也正。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所以讲这歌吼。高唱就是高唱，好听就是好听。是，没有没有。康熙阿哥的人加减嘛有差啦，因为交朋友吼，空跨啦。对啦。系啊，包括着你也看哦，即今仔日嘛有甲，哎，够无来甲现场嘛？今仔唔是有邀请一个特别来宾？有哦，我甲你讲哦，特别来宾真正无简单。安尼吼，啥人讲？即翁丽瑶，你蛮听过无？有啊，翁丽瑶。啊，迄个。哦，乔佑哦，即摆拢港京的啦，港京公司的无，迄个同届大京的唱片公司，豪记，豪记，豪记，邀请咱去就是豪记的，豪记，豪记的哦，怎么样哟？豪记的迄个胡老师敢有来？胡老师哦，有吼，胡老师来，胡老师上台来，嘿，来，这胡老师我来个开一支麦克风来，来，胡老，诶，恁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吼，大家今麦咧看现场，感谢你啊，咱哦，这大牌我来，哦，我阿姨啊吼，阿姨啊吼，他拄啊听，一定啊吼，大家好啊，啊咱大姨啊，胡老师啦，哎呀呀，这我好记的吼，诶，我看有法多去，啊，有啦，我甲你切掉，好，诶。我看有法度吼，问你安尼讲，我听阮龙英哥哥讲，你是豪记吼，豪记嘿，你甲我牵一，甲我牵一个啦，我嘛想要来做翁丽瑶的师弟呢，然后两块伊要牵百五啊两百嘿，一零五的好啦，牵百五啊两百哦，系啊，够有分安尼哦，你是伫豪记啊，豪记你豪记，小龙我一个当机的啦，上时代，当机的吼，我拢听拢无呢，啊你这不是豪记，不是已经唱片公司已经豪记哦，不是啦，我唔是已经豪记啦，不是啦，我讲你啦，豪记哦，机车行，机车行，差遮，这个豪记机，这个，你真正有影，我讲什么豪记，太过位啦，哦，寒啦，你讲。慢啦，好，安尼好。这个胡老师，你是豪豪记机车行，算主业是咧修理机车，副业是咧写歌就对啦。对，豪记机车行，真多。安尼，我阿弟歌拢专门写，较侪就对啦。哎呦，真正无简单啊！写歌，感谢。啊，这个写歌当中，我这首歌我前几工较唱尔。安尼好，诶。
爱在江花嘛，爱在江花，爱在江花，爱在江花。哦，这首歌吼，你今了有要现场唱一个无？嘿，哦好啊，那你敢会记得歌词？啊，应该试看卖啦，应该是。试看卖哦，不要紧啦，啊，你这一下你也袂记得歌词？哎呦，你点会唱的？你是那么你是像那个苏老师拢去抄的哦？你莫讲话啊！哦，好，袂使啦。苏老师拢听的啦，听的啦。苏老师拢给你写的，写的啦。写一首歌，这我都可以比起。嘛是你唱的，嘛是我唱的，嘛是你唱的。我歌手，那首你唱的。那地为你量身定做，你要知影，知不知影？嘿啊！有时间我再来唱啦。哦，好啊。啊，你今天要和你两个唱一个。来，爱在江花哟。好，我来听不？爱听不？来，爱听花香啊，吹落去。爱在江花，谢谢。好，来，谢谢。来，感谢。唱了伤好听啦，头拄仔唱了伤好听，我嘛真感觉的。老师，你唔好唱遐大力，爱唱较轻力的。安尼我只能控制一下吼。
你想。谢谢观众，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谢谢。好，开车四字哈，哎，一天塞百字就好啊。哎，你是你当作一天塞高铁，无啦，一天赶地塞百，他妈够耽误几分钟啊时间去安尼，你当。有，所以讲真正开车开加慢的哈。对对对对。来，啊，所来要来介绍这位呢，咱电视台内底，嘿，咱主持咱的透早，咱这个透一泡的，是八点到十点的就对。系，这里怡真小姐。来，阿爸一首轻松的歌曲，《心情歌咯》。心情歌咯，掌声给怡真，过来一个，谢谢。掌声给咱怡真小姐鼓励一下，谢谢。先给咱现场好朋友，来来来，门口一个，门口一个好。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以及咱的全国省心卫视电视台观众好朋友，还有咧循环网络直播的好朋友，大家拢中阿曼，大家拢中关小姐快乐。好，来，好，谢谢。感谢到咱这个怡真小姐，好，谢谢两位。
再次掌声，掌声给咱鼓励一下哦！好朋友，谢谢你们，谢谢。好了，谢谢。台湾的，迄奖品摕啊大份哦！哦，你也看卖啊，算不知啊？叫咱优良的厂商提供的啦。迄是，迄敢那一盒一万的迄哦？真的哦！你也知啊？不是，你唔能。嘿啦，迄敢那迄个。迄个国家认证、国家挂保证的迄嘛，有哦，这有哦。因为咱这体贴，咱这体贴有时啊有人需要着，有人无需要着。但是咱今仔体贴哦，大大细细规家伙啊，拢会当用着。安尼哦，但只我无来个偷看嘛，一种是啥物？所以讲你那较踊跃的吼，等一下还有吼，来，所来继续要来安排这个吼。我八点到十点的，咱是阿旺的歌曲。哎，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哪里哦？掌声给阿旺鼓励一下，谢谢。来，谢谢全国的咱家的观众朋友，晚上最快乐，带来这首歌曲《赢你哦》。做人有啥物上困难？认真无过求人难。做人有啥物上艰苦？最上苦，什么出世的机会较好？成功袂甲人小出路，第二爱赢甲第一步，第二爱不惊吃苦。赢你哦，赢你哦，有志气就赢你哦。哎，破相该过来就来，阿翁啊，那阿伯就是有咱的赢你哦。世人有啥物上困难？认真步步求人难。世人有啥物上艰苦？上苦，什么出世机会较好？成功袂甲咱小出路，恋爱行第一步，第二爱行吃苦。赢你哟，赢你哟，有志气就赢你哟，上好赢着吃苦了苦。呀，你哟哦，谢谢辛苦了，谢谢哈，感谢哈。我跟你讲哈，今天你主办单位对你袂歹，真的呢。你个看，你个唱歌好，后边有四个美女跟你伴舞。较早唱歌都唔捌人伴舞过吼，都对。啊，你感觉赞无？哎，足爽诶！你啊看天气遮冷，你看因四个穿遮少，你有看到？真的辛苦了。因阿妈佫走出来，今年奶奶都跑出来。对对，哎，甲咱所有咱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来。
来，大家好，我是早起八点到十点主持的咱的主持人翁啊，甲咱这现场的、甲咱全国的咱这观众朋友，甲恁讲一声元宵节快乐！来，再来，甲介绍咱这个节目，十点到十二点的，是，咱这个嘛是拄啊最近拄啊新加入咱诚心团队了，对吧？哎，啊，这唱歌吼，唱歌真简单，嗯，啊，电视台嘛拢做魔王，哎，是是是，一世界咧讲 PK， 哦，哦，那讲到这唱歌吼。那这阮这个紫云小姐绝对不会讲，真正熟悉。哦，这个邀请到紫云小姐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哎，大船入港，大船入港，掌声给阮紫云鼓励一下，谢谢。来，各位嘉宾，大家好，祝大家大船入港。来，大船入港，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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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次掌声，和咱这个诚心电视台新同学，新同学啊，这个紫云小姐，来，紫云小姐，给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问候一下。各位嘉宾，大家好，大家元宵节快乐！啊，大家快乐，大家快乐！哇，这个透早十点，加十点，加十点，兼咱这个谷歌，阿谷歌，是啊，啊啦，这个紫云唱歌真正无简单。有啊，好，大家咱跩乡亲朋友爱听唱歌。啊，来咱诚心电，家己咱诚心电视台进前吼，人伊家己发一张个人的专辑，嘛是有多滴，所以讲伊个人的专辑吼，拄好通借八点档的这。港名，对啦，春晖望路，春晖望路，原底就是要到八点档的啦，对啦，有啦，到八点档春晖望路啦，哦，啊，所以讲哦，这唱歌好听，这人家出唱片，这都是一定的啊，是啊，哦，所以讲，我也是啊，无搞是介绍讲未下啥，讲未下啦，哎呦，真啊，讲未下啦，咱这咱这条这个歌对不对？这个歌曲啊个歌声对不对？迄个介绍咱才接受，对啦，对啦，好，谢谢我们紫云小姐，谢谢谢谢，感谢哈，谢谢哈，说了赶快来安排。咱这个十点到十二点的吼，咱这个吼，咱的厨房西料理、外国料理的吼，咱国西啊，国西啊，吼，真正有影就对。来，阿国西来个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哎，热度三分钟，热度三分钟，掌声给阿国啊，鼓励一下，谢谢。观众朋友，甲咱的四位好朋友，大家元宵节快乐，谢谢。大圆满，大赚钱，大富贵，大团圆，元宵节。谢谢。伊讲要来伴阮过一生，同齐去打拼前程，真好的环境，你愿。热度才只有三分钟，往我对你以来付出这呢深，犹原袂当感动你的心。痴情啊痴情，最后的代价是这呢苦行，是这呢苦行。叫我怎样心袂用？谢谢感谢的好朋友的掌声，谢谢您的破声，祝你幸福爸爸，福气满满满，健康，谢谢。讲要来伴阮过一生，同齐去打拼前程，真好的环境，你愿意随行，热度才只有三分钟。愿袂当感动你的心，痴情啊痴情，最后的代价是这呢苦行，是这呢苦行，叫我怎样心袂用？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大家大富大贵，大家大赚钱。大赚钱，谢谢。What?
一度三分钟来互相来鼓励一下，哎，哎，谢谢，感谢咱大家破瓜声的鼓励吼，人讲破瓜声炮大大声，和咱大家金银财宝满大厅，谢谢，感谢，来，谢谢，先甲咱来宾问候一下，哎，咱现场的咱只观众朋友大家好，电视机面头前只观众朋友大家好，元宵节快乐，大赚钱，大富贵。哦大弯弯，谢谢。真正，那阮谷歌咧讲话，真正无简单。算在有学问的呢。上高讲迄个四句的，还算在。今天做欢喜的，一旦来到咱这里吼，阿超顿，超顿啊，陈副将军，是啊，等一下，含咱好朋友见面啊，电视机面头前大家来到老者，谢谢，感谢，是谢谢我们谷歌哈。好嘞，说了感谢咱的好朋友哈。介绍咱这里上介绍的，人讲叫伊老苍诶。哦，你的搭档呢？搭档，还含阿俊啊主持咱这个下晡两点到四点的吼，咱这个甜甜的吼。来个安排一支好听的歌曲，哎，望月想爱人，望月想爱人，甜甜的演唱，谢谢，掌声鼓励。嗨，大家好，元宵节快乐！爸爸妈妈大家好。说，看见你就欢喜，看见你只爱家己死，看见你和你媳妇是老死，想弄个不相识啦。伤心，伤心无人，无人比我更爱你。我爱你，爱你，不是只一字也能离。我有敢，有敢乎你，孤单一个命。我希望，希望会陪我一生你。但是我。我想给鼓励一下，哎呀，那甜甜吼，这个唱歌无话讲，你看，那你载歌佮兼载舞，头前这阿伯俩讲呢，阿伯俩讲头，阿伯啊，哎呦，这你有介意呢啦？去介意啦？介意佮带东西好无啦？阿你有去搞？哎呦，俩讲呢，对条呢，感谢你啦，
哎呀，感谢感谢，所以讲甜甜的，即个咱的俊哥的搭档，嘿，是是是，好，安尼真正有影。恁两个确实啊，和恁两个家己自我问者，无啦，我两个，逐工咧讲哦，啊，逐工咧讲哦，较无迄路啦，系啦，系啦，好啦，啊，重点就是讲，甲咱咱内宾亲问好一个啦，系啦，系啦，系啦。啊，感谢咱的中国爸爸妈妈、大兄大嫂，啊，伫阮诚心电视台，伫阮的。陈建成老师，安尼笑翻脸盆，甲咱的俊哥、甲甜甜、甲阮听下糖，祝爸爸妈妈元宵节快乐，再接待你，哎，转去吼，拿出一斤一斤，一直起，一直起，钱大赚，大赚钱啊！好，水啦！婆婆，婆婆生个好哩，安尼啦，对啦，吼。拍好因家好家人，好。那无拍因家，我开银行。哎呦，真正赞的，对啦，老公啦，你老陈来靠仔。你算仔也无，要无拍婆婆来讲大。阿婆话拢看甲拄久去，算仔啊，两三个看甲拄久去，你讲安尼对啦，老公啦。迄较早我就不爱讲啊，讲拍婆婆因家好家人，无拍婆婆因家吼。开银行。无啦，讲了有事，迄个迄算向精嘞，算仔。应该迄个白，迄个白目啊，白目嘛。我袂啦。阿瓜今日咱这。歌星吼，慢慢慢陆陆续续慢慢到现场嘛。是啊，咱今日甲安排一个节目了哦，今日后咱安排咱一个歌星吼。好啊，来安排咱今咱的后辈啊作为主持的，嗯，咱的琪琪，哎，琪琪小姐要来安排，来安排一首咱这个后辈啊因的片头歌。哦，福气来了，福气来了，掌声鼓励一下，鼓励一下，谢谢。福气来了，哇赞！大家好。来了，好起来了，大家好，哈哈，啊。
好水啊！阿你你讲好唔好？对，好赞赞赞赞。那这曲曲吼，真正这首歌吼，无诶未歹听。这个歌是咱这后辈啊家己做的吼。这是咱的这个黄新雄黄老师说，黄老师的歌真正写了未歹。啊，因为这个后辈啊吼，伊搬到来个现场，啊之后我这个搭档来帮伊唱。对啦，对啦，赞。哎呀，这个后辈啊唱嘛好听，曲曲唱嘛未歹。对对对，大哥去遐。对啦，好，感谢咱琪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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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嘞，赶紧咱这里吼，过来甲介绍咱这里吼，搁一个歌星就对，是，最近咱这个歌曲嘛是有对，好，真去多，但咱电视台当讲二十四点钟吼，轮播，哦，这新代唱片公司内底红歌星吼，这你是我的兄弟的主唱者，哎，那个傅政辉先生安排这条最近的新歌，嗯，厝边相亲，厝边相亲，掌声邀请，谢谢。过来的，哎，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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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谢谢。Come on, come on， 做着好厝边，好厝边，福气的人大到底，大到底，注意头尾，人注意家己。
谢感谢厝边上亲。我来破个声，鼓励一下来，厝边上亲吼。谢谢谢谢谢谢。所有人在厝边的位，大家阿门，大家哟。来来来来来来来，咱的红瓜青。啊啦啦啦啦。其他哦哦哦哦哦，暗暗无看到你。是安尼啊。啊，其他们家唔到烟头吼。我早就爱讲啊，不是我只烟头，但我算知啊，你拢走去偷钱去啊，你连无睇人面啊呢？我看我阿边三四公斤。其他啊。你真有呢。你特别安排呢？搞骗，都叫我来看你带顶啊！你是的，好，妹妹，你两个拢屏东人，和你两个去讲阿久的。你嘛屏东人？嘿，有啊，没有？你屏东啊？我唔知啊嘞，我唔知你屏东人嘞。我屏东人，屏东人。我是知梁义屏东人尔，我唔知你屏东人。安尼哦，啊，你拢在中部遐待真久啊，就对了。哎，待真久啊，待真。哎呦，我唔知啊嘞，是是。咱这个红瓜青傅政辉大哥，哈，这嘛是咱的民工部的主持人啊，是是是，青山广播电台，对对对，讲我你哋拍死啊！咁你民节目广播主持人是伫后边，后边你只有看到我，即像广播天龙，即当叫广播天龙，无鬼算唔知都是。电台广播啦，哦，对啦对啦对啦，来，咱这个咱这个傅政辉吼，最近佮出一对咱的厝边相亲，厝边相亲，哦，这个歌恁台湾伫阮咧拍歌当中啊，我听到当中啊，哎呦，真正赞的，真正好，这个歌真正会丢，对。多支持一下，音乐还袂有嘛吼？有啊啦，音乐出来哦。啊，我这毋是咧唱，无咧无咧，毋是啦，我是讲咧MIDI啦 ，MIDI 啦，点歌机啊。啊，应该是有啊吧。会啦，过一阵嘛都出来啊，过一阵就出来。应该是爱有啊啦。所以讲这个傅政辉吼，这个歌曲大家人拢捌听过，你敢那一首都唱到袂听袂调啊。迄个咱那春春大吉，你嘛走袂去，你嘛走袂去。啊，咱那个出代志，啊，无当这掠掠去，哦，这首，我今仔个有要唱这首，敢要唱？哈，敢要听？敢要听这首？你音乐敢有？你音乐敢有？音乐是有啦，好，音乐有啦，音乐有，安尼好啊，好啊，我等下安排一下，咱三个多啊，三兄弟啊，做伙唱安尼啊，好，我再来听，啊，那边你也听，伊啊，咱两个卖红红起来啦，一门一下，就一看到，什么？没啦，人伊早就歌传好啊，传好啊，啊，人伊搁传这个新专辑的这 hype， 哦 ，hype， 是啊，吼，等一下再来上 hype， 对，你个唱歌当中那个上，好好好，来，安尼是怎么吼？搁安排一条歌曲，好，搁一条歌，诶，要听抒情的，要听较轻松的。看你对调较好听就换，系啊。你讲安尼，我就做歹讲个呀，你。系啦，好。你逐条歌都好听啦。我甲人去问一下，尊重一下。怪你听抒情啊，听紧嘞。啊，你要听紧啊，听慢嘞。我要听倒退路哦。倒退路。无啦，倒退路。你听，你倒退路嘞。伊只小龙去。用真剑，唔好倒退路啦。特别安排什么好听的歌？我来轻松好啦，好啦。人食一点气好啦。好，人食一点气，掌声，感恩傅政辉，鼓励。好嘞，掌声鼓励起来。谢谢。好嘞，人食一点气吼。来，人食一点气。好，赞。这边。咱的旧事，为着奔土拼落去。不管人风痴，不但看见着自己。不管是三两年，也免怨叹着死。人生路半段，应该赶紧赶袂去。失志，用心对头搁开始，唔通一睏下就天。小心你心路有好落去，
就是人生路寡短，应该赶紧顾袂起。有啦打拼好时机，追寻梦是无聊事。人吃一点轻，小看失败算啥？通一睏爬上天，小心你心路有陷阱。有啦打拼好时机，追寻梦是无聊事。人吃一点轻，小看失败算啥？要搁开始，唔通一睏爬上天，小心你心路有陷他妈，你讲过去句话哦，无过分的。你这块唱片哦，甲听听，逐条真正真好听。真正，嘿，真正熟悉的呢。即卖唱片歹做啦。好。哦啊，所以讲要出现这新的这唱片哦，这景观咯，爱特别慎重啦。真正熟悉的，真正爱慎重啦。对。这人家一点，你使苦了讲。人家一点气，人家一点气，这顶是第一专辑的啦。那是顶是第一专辑，我唔系人，好顶是第一啦。顶是第一专辑啦。我平常讲，我平常小解。是啊，我每一张的这专辑真正拢是。这种真好听啦，真正熟悉的。我一年咯，他出一张唱片呢。一年冠一张，一年冠一张。所以讲这歌一定要好好见过。正港大牌就是拢安，较早正会嘛，拢安咯，只要一两单拢出一地安尼。我今晚又免出啦。我今晚咧，伊今晚不必出啦。已经免出啦，拢免出唱片啦。一年后伊出出来，特调歌拢做好听。一年十年办一届演唱会就好啊。你啊，像我俊哥拢无出唱片，伊拢出代志尔。无啦，做不过出代志，你赶紧出咯。好啦，好啦，好啦。哦，来，我来安排这副大哥的新歌嘛，哈。最后一条歌叫来。啊，平安蛮唱啊，好，来，蛮一首歌，李尚的吉他好了，好，好，这个李尚的吉他，十二首，李尚的吉他啊，这首，这首，这个就新的啊，哦，这个，哦，这个，这个是新的，来，播一下来，过来，李尚的吉他，谢谢，希望大家也谢谢你，谢谢。来，这是傅政委最新的一张专辑唱片哈。啊，来个唱最新的这款歌，第三个吉他，希望大家也谢谢你，谢谢。伤心比伤重的怨气，伤心爱情已经变味。心内有时会想起，你为我悲伤的彼段过去。啊，你送的伊担架，搁再来弹起。后面阮来的人生，我早已经不甘。送的伊搭我愈看是愈伤心，想要向心将你放的情锁，暗暗到几暝。有好听无？好听，拍拍一下吼、哦。哎，谢谢，感谢，感谢你，谢谢。伤的怨气，
爱情已经变味。虽然我心内有时会嫌弃，你比我比手的彼段过去。搁再来弹起，表明阮来的人生，我早已经不介意。啊，你送的吉他，我愈看是愈伤心。想要向心中你放的琴弦，暗暗哭几暝。早已经不介意，啊！你送的吉他，我愈看是愈伤心。想要向心中你打的琴弦，暗暗哭几暝。来，谢谢，感谢李三林，大家再来，掌声来过去嘞！谢谢你，来，谢谢，谢谢，感谢布正辉，谢谢，谢谢，再来，谢谢，再请看一下哈，是啦哈，谢谢，感谢的新代唱片公司的这个布正辉哈，哎，阿妈，感谢咱的连炮声哈，也是感谢，感谢哈，来，说来这波愈来愈精彩，就这样嘞哈，来，说来赶紧来个安排咱这里哈。看到咱这个明月老师，大家就想爱水啊，一样。对，啊，今日明月老师哈，哎，伊人有来个现场哈，哎，伊讲有炸。有炸裂不来，有炸裂不来。你可能是阿捌看过明月老师的节目，举手者。哎，哇，安尼啊，春天是拢咧度过。哇，这礼物我收到回来啊！哦，你听拢要看入客厅来安尼。系啊，伊有炸一项，即个你节目顶管哦。有啦，只要规台拢注意哦。啊，拢无咧看阮的电视台度对话啦。回来拢要看入客厅的啦，无去入客厅的啦，系啦。登记就拢知影咱的电视台啊。哦哦哦。啊，登记吼，阮的即个全国频道。94号，哦，94台，哦，甲阮锁定起来哈。每一间拢是透早8点到暗时10点拢现场的，就完了。是，而且明月老师来个现场哦，伊听讲今仔日炸200个礼物，200个，200个礼物，200分就对了。200分，安尼吼，对对。所以讲等一下吼，你呐爱再个举手起来哈，等一下阮有工作人员伫香槟边啊，边吼，啊买小心，我买小心。这个伊热烈的掌声来邀请咱明月老师来安排一首来第三杯酒。第三杯酒，掌声鼓励，谢谢。很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月老师。哦，我甲你拿花牌呢，你有看到无？花牌花条，献花献果。
拢过你好的难关。第三回等你成功开算，才来接受你和我。好，来，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哈、嗯，谢谢。头拄啊四个吼，头前搁一个啊，迄阿伯啊嘛，你办你该到盘，你要看卖啊咧。哦，头拄啊，头拄啊，我唱歌吼，明、啊、老师嘛第一届吼，舞棍台伴舞，算不知？也迄叫做起舞之战无？也迄叫灰白，困袂去啊？灰白，灰白啦，未来叫花圈啦。哦，花圈哦，我唔是叫灰白哦，我是讲，因为我唱歌的时阵，也眼角膜搞伴舞啊。哎，好，他都话好，他都话一盘起来，讲感觉冇话赞呢。干将么？干将么？啊，你有回白伴舞，未歹，系啦，未歹。来，歌不好听。明夜老师甲咱现场电视机前网络的好朋友问好一下，来。电视前的网络的朋友 ，FB 的网络现场直播，大家乡亲新，大家好。好，大家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未晓讲台语，你都啦。元宵节快乐啦！卖讲嘛。无啦，喊滴咧讲话啦。对啦，对啦。无啦，我就讲伊呢。伊是他都讲国语比较多。我讲，他是那个管，哦，管很大的管。管一管两管的管。管大部分都是外省人。管，我是国语，人国语哦。安尼较好笑啦，嘿啦，是嘿啦。好啦，好啦，好，谢谢哈。再次感谢老师，谢谢明月老师，谢谢。再来，谢谢，感谢哈，阿南姐哈。足够做人诶！我甲你讲，明月老师吼，真正，迄大概来上节目，大概拢早咧无来咧，拢早话者。爱伊迄物件真正袂歹，真正有影啦。做者电视剧情吼，来，而且互我插播者哦。对。讲今日吼，若看脸书诶朋友来，请足注意一下吼。讲甲分享吼，电视台这边吼，讲要传礼物，讲大项诶。哎呦，若分享人都礼物分享吼，分享叫人来看，伊即摆拢爱分享。哦，分享你叫朋友，你若手机啊，即摆摕起来哈。诶，咱诶脸书在直播。哦，在直播的当中哈、哦，你那分享哈，讲但是那边摸彩大部分的摸彩、啊、因为这都是一年一概念、啊、所以讲买好好朋友欢喜的啦，不要过摸彩哈、哦。是啦是啦，好、哦，来，先来继续来介绍哈、哦。来安排咱这个哦，咱这个每一个礼拜日，咱这个6点到8点，咱的特别来宾，也是咱这个苏老师嘿。那这个今天你要介绍这个巨星哈、哦，讲伊要发的新专辑，这个《波多歌王》也可以点哦。每年度的专辑，今年度啦，算今年度啊、哦，今年度要发的专辑，几落首，拢都是一下，拢伊的作词作曲。哎呦，你真正有要大家拭目以待吼、哦。对，来先来邀请起来，邀请到这个咱的苏金峰苏老师，来嘛是伊的咱的歌曲吼，咱的秋风，哦，秋风，来好听歌曲，掌声鼓励，感谢谢谢各位嘉宾，大家晚安，元宵节快乐，大家好，谢谢。
无情，你的无义，你的我这家己，在阮的脑海全部消失。播个声，该过一个来，秋风，嗨，这个热烈掌声哈，这个民族俗作曲家，作曲家，这那一首歌吼，写家会当讲没有报道歌王唱的不简单，不简单，真正报道歌王，知啊，叶启田先生要爱杨树老师的歌呢，知啊，真正下言呐，下言下，系啦，你讲的骗假骗假，你想无啦，哈，迄袂使骗子啦，哎，袂当骗哦，你想咱会当搭档做节目，这嘛是下言，对啦，哦，那讲到这个苏老师吼，即卖这个礼拜固定礼拜，对对，星期天。哦，拢兼这个小龙吼，六点到八点，同齐咧做节目啦。是啦，咱今只有听你讲拜鬼吼，礼拜啊，拜鬼七月份之后咧拜鬼，拢拜一般拢拜神。每礼拜礼拜日啦，嘿啦。都是我那听小龙，这个苏老师吼，真正上高安慰啦，真正。嘿啊，一句好好话拢可以讲哦，一曲讲出来拢，像迄拢安尼。我讲你，你都只讲拜鬼阿边都阿八卦咧笑啦。安尼哦，我无，大家话讲拜神啊，哈咧拜鬼。哦，人家是七月份之后咧拜。看苏老师这节目压力拢足大诶，真正诶啦！啊，人客都拢足爱听这苏老师讲迄讲迄讲讲迄落一句好好话，讲讲安尼讲讲都歹去啊！迄是伊啦，哦，伊烦话，讲啊讲歌啦，别个讲话啊啦，我较单纯啊，那个我是做烦恼，人苏老师含你做人拢变歹，你咧？系啊，我算唔知啊。苏老师，苏老师阿未来诚心电视台就歹个，迄阮两个较早，阮日本时代阵就做伙，日本时代。你唔够正确，阿姨哦，我底无去，我拖好起，安尼哦，所以讲行你做伙拢会变好啦。底路无改好，我搞写诶，你若最近吼有咧用迄个手机啊，迄个 Facebook， 也就是 Line 诶，最近拢会看到一个敢那叶启田吼，固定诶一个哦，变数边啊咧大拍打有无？拍几打？嘿，对对，有无？变数边啊咧弹操蛋啦，变数边啊弹钱啦，变数边啊啦。哦，阿无帐篷啦，啊帐篷露营啦，帐篷啦。康苏老师走去露营，嘿啦，哦，露营啦。叶启田先生唱迄首歌叫做《困未去的暗暝》，对啦。两个查甫人呢，走去露营呢，无啦。阿讲两个困未去啦，阿你困未去是拢讲啥啦？啊，无人能够兄一寡兄弟啊群的啦，哦，够兄弟个别人啦，规定啦，讲负责兴话者，啊，讲欠人话者，哦，讲选举安怎，哦，暂时，什么讲这我唔敢讲，唔敢讲，唔敢来，阿未来啊啦，阿未啦，阿未啦，阿未呢，八点外尔啦，八点外人口来啦，这拢要看叶启田的对不？你今仔要来看叶启田先生的野手者？哎，无啥人哦，哎，阿要来看苏金鸿老师的野手者？哎呦，真嘞！哎呦，你拢是我文青人啊！这是啊，这手架就知影，真正拢要来看你。手一条未过瘾呐！哦，怎知影？我甲你传好啊，先嘞。晓啦，好啦，困未去的暗暝，甲你敲好啊。安尼哦，爱听无？听叶启田先生唱《困未去的暗暝》，等一下再来听。哈，温暖的瓦壳啊！无啦，无传那济。无啦，音乐啦，音乐无传那济。甲时间咧破不再来啦，要啦破啦破，要甲时间咧比较早，困未起暗暝好啦吼，好啦好啦好啦吼，来爱听掌声加，好啦，过来一个，困未起暗暝，谢谢谢谢。心肝底，思
春春的寒夜风也来相吹，为你上情也为你怨嗟，为你心难归。是阮家己，无稳定喜欢爱情，不通搁了落去。爱到深，爱离别，才要伤害阮自己。离开你。我不穷人下困去，为你痴情也为你死，为你困不起。谢谢，嗨，再次给我们苏锦煌苏老师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声给鼓励，谢谢，感谢罗老师，谢谢，感谢咱苏老师吼，真正无简单。今仔今仔不能，你甲看这天气遮冷呢？全知啊，全部上届欢乐的苏老师尔咧。就真正熟悉的都对，你别搁甲讲起两句话，你。袂啦，人我即摆袂甲讲啊，人啊人我是伫甲讲，伊伫用起来咧。啊，对，真正熟悉的。伊较袂爱听中风两字。对啊，对啊，伊都袂爱人讲这两句。好啦，无见啊，人走啊啦，无见啊，无听到啦，吼。好，感谢来。说了这波路来准车吼，啊，咱这后边咱的歌星拢总吼拢总高兴点啊，入去点嘛来高兴点啊，都叫安尼吼，高咯，你来来来，不怪你看迄人安尼围我来吼，高兴点，我你啊看迄路高边吼，看袂到迄条咱的咱那边的路，对，来当说几句话吼，来，说了过来甲安排咱这吼，弄咱这主持六点到八点的，咱担当的主持的咧，咱的陈老师的搭档，嘿，喜欢啦，喜欢小姐妹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大家讲今年一定会好过。今年一定会好过，掌声、新闻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新闻，带来一首今年一定会好过，感谢、哦。路边的社会，一点仔有分别，时代在经过，这是咱的。三世人讲老笑话，人生在世，脚踏实地，只要咱认真啊做。
苦开，烦恼茫风飞，强壮打拼行同齐。今年一定会好过，今年一定会好过，因为有你来作伙，今年一定会好过。一时时小过年快乐啦！元宵节快乐、欸，对对对，今麦个过年的对，小过年的对完了吼，是啦吼、嗯。这新闻小姐固定六点八点拢兼这陈老师的搭档组合，这最近外调呢，今麦真正有影的对，作调的啦，不是是外破。哦哦，爱讲活泼啦，对，少年啦，讲活泼啦，阿未记啦，阿未记，拢爱讲活泼啦，阿那记就是晓啦，晓啦晓啦，对啦对啦。有安尼分晓？有啦，有啦有分哦，有安尼分哦。那纯老苍黑就讲晓啊，哦，阿你阿未，阿你阿未出嘅，爱讲活泼啦，活泼啦，古锥啦。这只现场吼，无只今仔日人遮济，你敢要看过遮济人？吼。我真正哦，除了阮恭敬你，这不是要来看你的。你哪安尼讲啦？你无你看我淡薄面子嘛？就是安尼讲，你莫讲遐。人我跟你讲，看我是头半要来看叶启田十个牙手啊。好，要看苏老师五十个，敢要试看吗？卖问，卖试啦吼。我还是要试看卖好贵。卖问啦，卖问。无要来看阿俊啊，恁两个牙手的。来哈。无半个，我甲你讲，安尼有气，老师安尼，我袂敢问的啦。你安尼，你问个遐紧，人要我讲吼，新闻小姐安尼啦吼，因为等一下有一个讲，一个烟火秀，敢那这烟火秀讲开百几万啦，百几万，百万烟火秀，对对对，这是一定爱看，这是咱今年吼，有四五分钟时间就对，欣赏就对。这真正比阮台南吼。迄个，阮台南的土城鹿耳门国际烟火秀，这嘛是元宵。哦，啊，台南咸水，这嘛是一个大风炮，同款。今仔日台东炸邯郸嘛是今仔日，啊，那咱草屯今仔日穿这场吼。即摆准备讲要来看烟火秀，烟火秀来，来烟火秀的老师，唔知准备好啊未？来准备好，咱会使甲放啊吼。来，这个国际烟火秀，哦，我来放好，来来来，开始来来来来。
再次掌声鼓励鼓励这个国际的烟火秀，哦，谢谢，感谢。讲到这个国际烟火秀，这头都安尼看到吼，短短四分钟半。虽然是四分钟半尔，但是我听讲安尼爱两三百万的。哦，这开头了上少爱几百万的。算唔知啊，都是。所以讲，包括到伊整个这个烟火的团队呢，拢是咱国内上界强的。对对对，拢特别。这拢聘请去甲国外。去一世界亚洲大城市表演，对对对，尤其这团队拢咧做迄个五四三二一咧倒数的跨，倒数的就跨年晚会了，算不？哦，所以讲哦，咱的草屯吼，平平咧元宵节目吼，咱也袂当输输人唔输阵。对对对对对，你要去倒看这歌星，你啊，就是安尼讲，这个波多歌王也可以点，这百万的烟火秀。那边看到咱那个现场，那边看到咱的波多歌王大波拢是亚洲会，无到咱这歌厅，无到咱这吼。咱这吼，歌厅即卖嘛无得看，歌厅即卖嘛无得看，是不是？即卖嘛无得，除了爱去拍票，伊的演唱会啊，算唔知演唱会才有咯，算唔知啊。所以讲，咱这个诚心电视台咧，咱陈副将军庙咧，哦，即个咱陈建雄陈老师，一个咱家所有的庙主任委员，即个委员咧，哦，无少重注，就是要让咱家在地好朋友吼，享受着上盖好的这个吼，关小姐，哦，关小姐的特别节目，是是是，哦，来，即卖哦，特别节目吼，赶快。要来继续进行落去哈，安排咱的唱片新人吼，是来安排。咱这个唱片公司哦，这个咱的即卖三立也好啦，八大也好，哦，闽西的八点档的片头片尾后边，哦，这个新人这个蔡明琪小姐来安排咱这个好听的歌曲。哎，好听的歌曲是哎，稍等下个孟仔仔仔，好好，好嘞，好听的歌曲，高丽姐，高丽姐，谢谢。Hello， 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琪哦，在去年发片了新人，请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给我一点掌声，谢谢。掌声给咱蔡明琪鼓励一下。啊，那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是我的台语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点点想看麦》，希望你会喜欢。春哥啊，叫做《点点想看麦》啦，不是叫咱两个点点啦。哦，《点点想看麦》啦。哦，好了，好了，好了。心爱，我不知，莫阁声声句句有甲我藏在心内。你的虚伪心态，我的宝贵目屎，你拢当作不知。点点想看卖，你是啥人的心爱，我不免知。搁半言半语，有甲我藏在心内。你的虚情的爱，我的纯情目屎，你拢在做不知。点点想看卖，找一个时间，点点想看卖，你的良心何在？乎你的爱情。想看卖，你无心我嘛无爱，雨水搁在滴，一直提示着咱无未来，我嘛知。好，我等一下在第二首歌的时候会发我的海报，还有我限量版的红包袋，所以赞我哈。我藏在心内，你的虚伪心态，我的宝贵目屎，你拢在做不知。点点想看卖，你是啥人的心爱，我不免知。莫搁半言半语，有甲我藏在心内，你的虚伪心态。
我的酸情目屎你拢不知，一点想看卖。这一个时间点点想看卖，你的良心何在？乎你的爱情敢嘛有吹过风台？这一个时间点点想看卖。我小想过来一个两个引导的主持人你们好、哦、叫你点点想看看啦，对啦，叫我点点想看看、哦、咱两个吼对人很实在拍摄卡真正这唱片吼对啦中、嗯、啊我就说知道说我就头发听春哥啊说就点点讲这点点无啦，啊我点点伊也点点啦，我是咧讲歌名啊，你都无嘿啦，啊我当作你叫我点点卖讲啦，无啦无啥物点点卖讲，啊你就伊就。唱片新人是新人，但是咱拢看伊看够久的。其实因为伫咱这个省心电视台，我已经帮咱拍瓜，嘛无。对对嘛，咱像咱当当的，啊，跟咱小龙，跟咱收尾朱启林吼，甲咱都做到三工。过去吼，都咧比赛唱歌，有较早有啦。亚洲新人歌唱还要对音那就开始咧比啊，比较大吼，今年吼。四十八啦，无啦，我别人讲啦，哦，无啦，十八年呢啦，无遮济岁，十八年呢，无啦，咱三十通啊年啦，无遮吉的银行来，十八年呢，无啦，咱无遐济岁啦，哦，看嘛知影，啊未啦。啊，算比赛一路过关斩将吼，甲今年才发行的个人的专辑啊，对安尼吼，今仔日嘛穿作侪物件啦，对，我今仔穿作侪，但是够安包嘞，对，够安包的呀。我讲吼，观众距离好像比较远一点。歌星就是爱唱这个激素，吼，你也看麦，是啊。这送的物件爱有够重，吼吼，用穿的以后吼，若要上台爱先穿，爱先试看麦啊，像迄个傅振辉。炸炸迄八张海报是要算什么？不要紧啊，人走啊啦，不要紧啊，哎啦。傅政会官位应该无伫遮啦吼，对无？亲像迄梁云上迄六张海报，对无？你话像蔡明奇，对无？厝背景，嘿，厝内底好家人，因阿爸好家人，因阿爸迄落破柱的好家人咧。安尼哟，有影啦。其实我是报地人啊。哦，报台报地人啊。破柱的报地隔壁啦，有啦有啦，破柱感谢混唔掉伊啦。好啦，好好，互你好好啊，家己吼，甲咱电视机前网络，哦，现场的所有好朋友祝我。介绍一下，咱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应该大家拢看三立电视台，有看超级红人榜吗？有哈，有没有看到我？哦，超级红人榜。好，那等一下发问一个问题，我等下要唱一条歌哦，我要送海报跟那个红包袋，我等下要唱一条歌，奇外主打歌，我的台语专辑的主打歌，嗯，嘛，伫咱诚心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的一首歌，好你杯哦，阿杰哦，好你杯，好你杯，阿对对对对，阿杰哦，好你杯哦，好，那个也希望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多多支持我，给我一点掌声，好不好？那如果你们觉得还不错啊，麻烦打给好啊的 YouTube 哈，帮我多多的搜寻点阅一下这样子哈。阿弟明启。你的唱片公司，恁头家今仔日嘛来，嘛来。哦，你当处长，你当处长夫人弄来个现场。对对对。所以讲，你好好介绍恁唱片公司的名，让人熟悉一下。好，我的楷模国际传播有限公司，是在去年成立的一个新公司，但是阮公司做用心，你看，你看阮的 MV 就知影，公司无少当租。
一个 MV 一条歌爱200,000，哦，真正有影，所以真正是用心啊！包括我的专辑来带歌曲吼，非常的用心，所以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唱片行帮我啊，帮我带回家，搞我传登去哈。我的专辑非常的精致，这个跟他故事书赶快。对，那明奇这个唱片哈，因为伊要来阮电视台进行，我拢爱先甲听会啊。对，那这个专辑哈，啊，包括阮诚心电视台当属长拢甲你挂保证，好听以外。内底个丰富，无你爱讲我人嘛真水，人嘛水啊，人水啊，人水你都爱我阿你讲吼，我是一定娶完啦，我那村的小姐我拢看袂下啦，俊哥啊看下无伊单身啦，你即摆单身伊无啦，无啦，伊无固定诶啦，袂使啦，袂使啦，咱认为差伤济，对不对？因咱内底主持群较会陪，嘛拢阮查囝，对啦，就是安尼啊。好啦，这个名曲当中，再来带来新歌，好听的。好，再来，接下来带这首歌是我的主打歌《Holy Boy》，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阿来，阿别上海海报，海报哈，嘿嘿，来，你那不告单哈，我再给你倒单哈。好 ，Holy Boy， 蔡小姐，谢谢，谢谢。小心哦，哈，你们要小心。把你弹掉，不好意思，小心小心哦。你多弹掉那个杜姑的啊？后面的后面的，这边。有点想象袂存天过。来这边这边这边嘛，看我一朵花，轻轻和风吹，爱你嘛爱花。爱阮是宝贝，一生在相会，情意藏在心肝底。好滴杯，好滴杯，虽然红包拢啊，永远走过你的温。这红包内底有钱的款啊，我甲讲是真重啊，有啦，小意思啦，金币啦。小心哦！看到一边，举手举较悬，站到一边。哪边尖叫比较大声？尖叫声。啊、你是去哦，伊爱夹到哟。小心哦，小心哦。有点想象袂，春天外面，看我一朵花，轻轻和风吹，爱你嘛爱过这边，爱你是宝贝，有心在想过，就你才。这个里面没有钱的可以啦哈，莫等一下给我找呢。好你杯，好你杯，因我
飞去地，爱离阮是月落客。谢谢，好嘞，谢谢大家。好听吗？嘿，好听不？破个沙拍个大声，阿拢无半个音，原地买三唱片出来送。头家有来啊，头家有来，头家塞迄落两栋搬来呢。哎呦，后边拢后道拢在唱片，我有看到。唱片片啊，一定都多啦，在啦，两千几叠。好啦，人已经上海埔上足侪，哦，过上海包了看。新人啦，咱无吼，无讲照顾就算啦。对啦，哥讲吼。哎啦，讲用家添啦。对啦，以后伊那声名较大白的时阵吼，咱再叫叫。那这个名词吼，你那头多少金足听？伊在唱现场的，伊迄当初唱片公司甲签落来，就是因为伊的声吼，先光辉啦。先光辉，对头家真正。姜蕙是我的偶像。哦，你也有不怪，你也看嘛。啊，姜蕙封麦啊。哎呀呀，我讲我阿姊卖出头啊，对嘛？你像咱内底，咱内底嘛一个凤飞飞接班的啊。哦哦，凤飞飞就做先去啊，无。我听。华甜甜妹做先呐。有啊，有。华甜甜妹去接班呐。我那三五时啊，我那唱一个安尼啦。对对对对对。所以讲吼，这先姜蕙，人气质、歌声真正吼。不会讲，谢谢，没话说。大家不气嫌。好，这名曲哥来个介绍唱片来推广。因为我去年有发行两张专辑，就是去年的十一月份发行台语专辑，啊，十二月份的时发行国语专辑。要不然我带来唱国语好啊。好，安尼哦，安尼哦。嘿，我来唱一下我的国语专辑里面的一首歌《一生只爱你》。一生只爱你。对，他讲话蛮好嘞。啊，护士哎，护士没有爱我。双生带。医生在等护士爱他。好，只有医生爱护士不爱就对了。医生只爱我。一生啦。哦，那我才艺的比较高一点。哟，医生哦，那个听话蛮好嘞。爱你，掌声，鼓励鼓励，谢谢，谢谢。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知道什么是别离，和你在一起分分秒秒特别珍惜。遇见你之后不记得什么是伤心，和你在一起时时刻刻都是惊喜。人无关心你千变万化，一生只爱你。任岁月如梭，时光流逝，一生只爱你。人生如梦，半梦半醒，似梦是缘，与你共晨曦。人无关心你千变万化，一生只爱你。是一生只爱你，人生如戏，相知相惜，此生只愿与你相伴一世情。是伤心，和你在一起，时时刻刻都。
是惊喜。人无关心一千遍，忘我一生只爱你。任岁月如梭，时光流逝，一生只爱你。人生如梦，半梦半醒，此梦是愿与你共珍惜。人无关心一千遍，忘我一生只爱你。任岁月如梭，时光流逝，一生只爱你。人生如戏，相知相惜，此生只愿与你相伴一世情。人生如戏，相知相惜，此生只愿与你相伴一世情。谢谢，我来播一下过来的，谢谢，好，感谢唱片名曲新秀，好好，有空再来，谢谢，感谢大家客气，真的客气啦，国语人，喂，你看看那双声带呢，双声带，国语台语拢会，哎呦，拢会通呢，你是双性人呢，不是啦，是双性人，但是你是那个唐辉，那个什么，无啦，这是双声带，双声带，国台语，国台语都通，来讲美女，讲个要出英文呢。不要不要，有啦！跟你讲，唱片公司上面无钱上济啦。哎呦，你真正有影吼！所以讲听了袂歹。是是，这个唱片行捧场一个吼。捧场吼！来，刷来两种波西，要介绍就恁知影什么人无？知影知影，有两种片。咱做位用大声甲喊伊名，好不好？恁今仔日看什么来？恁拢知啦吼！今仔日邀请来，一二三。阿妹，恁是咧掠狂呢？即马高调名，一个比叶启田搁较大牌，都还袂介绍的，真正的，对不？来，咱来个隆重、严重，不，隆重介绍这位。咱的诚心电视台，咱的董事长陈建雄老师，也够咱爱丽小姐安排出电话听。来，咱的老翁听主播，老翁听主播，掌声鼓励去。耶！大家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大家元宵节快乐，感谢嘿。桃花红啊，梨花白，卡住姑娘啊，一蕊花。烟包我送啊，少年家，卡住有一体贴的老。未到你接捌话，哈哈，予我暗爽歹心地。年纪不是啥大问题，只要欢喜就好，万事就 OK。六月天，啊咧七月花，亲像冬天温暖的棉被。不惊风风雨的影啊话。一步好像起雷到地火，大家元宵节快乐，感谢哈！大家快乐哦！牛天山人海，感谢谢谢。桃花红啊，梨花白，卡住姑娘啊，一步花。少年家，卡斯有一体贴的老阿伯，想袂到你这捌会，哈哈，予我藏在心底。年纪不是啥大问题，只要欢喜就好，万事就 OK。六月天，啊咧七月花，亲像冬天温暖的棉被。Hey, hey,
钱体贴的老阿伯。想袂到你这尼啊捌问，拜托，我暗中在心底了。你这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欢喜就好，万事就 OK。六月天，啊咧七月花，亲像冬天有咱的棉被。不惊风风雨的影仔话，不惊寒寒冷冷的霜啊雪。老翁疼子婆，好一天雷到地飞。来一点呀，感谢咱哇，这尼啊济，哎，虽然天气冷冷，但是大家拢这尼啊热情，系啊，感谢对咱诚心电视台也的支持爱护，非常感谢。今仔日特别也咱感谢咱哈，这个丹府将军庙啊，这个主任委员李主委，也甲因所有的技术人员，哈，予咱有这个机会，也头一摆。咱会当安尼现场转播，对，可能全国所有，也即个爸母啊，都个大嫂、大姊、小妹，也有即个安尼吼，看到阮即个现场的转播，是啊，已经吼，咱有豆豆啊在进步啊，有喏，那也无，是啊，吼，也个有咱今仔日咧，咱恭祝着咱丹府将军圣诞千秋，圣寿无疆，圣圣寿。呀，丹府将军庙伫咱草屯这个地头，会使讲吼，大家都知影，足灵感，超灵感的哦，哎，真正够灵感。这吼，你看迄布袋戏，还是做几年通天的呢？拢无咧跳，安尼哦，逐工都有，一工有两平三平安尼，做几年通天，绝对唔捌跳困的。安尼真正灵感。是，呀，今仔日吼，感谢咱所有吼，啊，姐姐来参加到咱这次。咱这庆祝啊，庆祝元宵。是啊，元宵节。这个元宵节当中哈，而且算小过年啦。对啊。直接甲大家哈啊恭喜，在咱丁酉年嘞，会当事事如意，事事顺利，事事大吉兼大利哈。甲咱电视机前所有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爱讲啥？爱讲啥？努力努力，谢谢谢谢。哎呀，再次感谢安尼哈。好。也今日特殊哈。咱吼，要有阮吼，即个咱的报道歌王，啊，即个叶启田嘛来个现场啊，嗯，即会使讲无简单啦，真正，你若听伊咧唱歌吼，咱即老一辈的拢听有啦，拢知影叶启田吧？做囡仔唱的歌，甲即摆大家也会晓唱啊，诶，啊，若唱迄什么即个赵依依迄个哇，哈，迄个哎，恁娘装破西，恁娘迄看来是鬼也要听有，迄你敢听有？所以讲吼。要听爱听老歌，对啦，老歌好听，够感情。老歌啦吼，这个吼，等下吼，一连串带来精彩的这个歌曲，对，拢要咱大家吼感觉讲吼，来参加到咱诚心电视台所主办庆祝丹府将军庙，也这个将军庙圣诞千秋，也所举办的这个元宵特别节目。是。会当予恁感觉讲，哇，看这节目真正阴暗来，真正有迄个期待。困袂去啦，是啦，有够硬的吼。也再次感谢吼，来，也毋过咱首先礼貌上，我来邀请到吼，咱丹府将军庙的啊，这李树杰、李主委来甲咱这好朋友吼，感谢一下安尼啦。来，邀请咱李主委。欢迎，谢谢。帮我先甲吹落去。吹嘞，好嘞嘞。对，哇，感谢哈，谢谢，真的上有感受，谢谢咱的新兴电视台，咱的陈建成董事长，以及率领这个团队，来到咱丹府将军庙，来到咱将军宫，圣诞千秋之日啦，吼，甲现场这的所有的贵宾，大家共同来过这个元宵佳节啦，吼。而且首先感謝咱陳建成董事長，慢你講，謝謝，讓你有我這個機會。謝謝咱的陳董也真客氣啦吼。首先啦吼，而且我代表阮丹府將軍廟管理委員會另外的杜秋平，這位是阮的常務幹事李英昌先生而且誠心誠意向現場所有的貴賓請安問好吼，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好，嘿，感谢哈，谢谢哈，欢迎大家啦，嘿啦。首先由我李树杰而且
代表着咱丹府将军庙吼啊，即向所有的即个贵宾啊，即个叔叔啊，神神大德啦吼啊，而且啊，大家新春快乐，新春恭喜，元宵佳节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啊！丹府将军庙啊，有这个今仔日的香火啦吼，有这个香火，拢是咱过去啊，丹府将军庙而且啊，叔叔的即个时代。啊，所奠定落的基础，所奠定落的这个基础，所以啊，这嘛是大家功劳啦吼，大家功劳，尤其是咱台湾全省啊，所有这的先进大德啊，将军公的信众啊，伫这啊虔诚啦吼，啊爱护支持啊，阮今仔日丹府将军庙，才有今仔日的成果，才有今仔日的香火哦，相信啦吼啊，咱的。开疆圣王将军公啊，只要啊恁啊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啊，将军公啊，拢会甲恁庇佑，庇佑吼啊，拢会当互恁得到啊平安啊，带向着啊利靠得乐吼，利靠得乐。咱拄则咱的董事长啊，咱董事长啊介绍啊，咱的丹府将军庙啊，一年当啊做要甲700遍的布袋戏，一天啊拢有一遍、两遍啊。三遍、几遍，哦，甚至捌做到十几遍一天吼、哦，这是拢咱虔诚信众啊，所来求的啦吼、哦，来答谢啦，哎，来答谢这的神仙大德啦吼、哦，所以讲咱的将军公啊，非常有求必应，是啊，求财得财，求利吉利啦吼，求助得助啦吼、哦，是，所以讲吼、哦，咱的将军公真正灵感。相信啦吼啊！只要咱的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将感动到将军公，哦，伊拢会甲你扶持，拢会来甲你扶持哈啊！伫遮啊，我代表丹府将军庙啊，管理员会最后啊来感谢到咱新兴电视台啊，咱丹建成董事长率领遮个团队，今仔来甲咱丹府将军庙来甲咱。啊，将军公啊，接受以外，啊，甲开演着遮个晚会啦吼，啊，相信啊，而且将军公会比如咱啊，新兴电视台吼，伊、哦、个收视率啊，开场红吼、哦，啊，收视率吼，拢、哦、会比别台搁较收视较悬吼、哦，啊，咱个新兴电视台啊，遮个产品吼，拢、哦、会当予大家啊，用了有信心吼、哦，啊。在这啊嘛，祝福咱现场坐这的神仙大德吼，拢会当平安快乐啊！有时间啊，就来丹府将军庙来跟皇帝来跟指导。最后祝大家平安快乐，谢谢。感谢，再感谢，好，掌声鼓励，感谢咱李主席，谢谢谢谢哈，感谢哈，谢谢哈，感谢咱将军干事哈，谢谢，啊啊，感谢哈，谢谢，然后提来头，哎，谢谢，呀，再次加感谢哈。来，遐精彩的节目吼，拢准备好啊！啊，伫要咱邀请咱宝岛歌王吼，也、啊、来这个现场嘛吼、啊。来，以我即马手啊，即马目前会使讲吼，我虽然是毋是咧唱歌底，也、啊、即、这个吼，毋、啊、是歌星啦、啊。啊，所以讲吼、啊，我加减有唱半条啊歌，因为着要做电视啊，嘛咧做电台，啊，所以讲我有唱歌做他乡之高明。安排这首歌曲了后，咱要精彩节目，邀请好朋友共同收听。他乡自高明，感谢，谢谢。Woo!
船头天，何时甲心爱的伴侣？感謝，謝謝哈！也真感謝咱大家啊，這麼多給咱支持哦。這當時我三十三年前，淡武將軍廟，我也不知道這尊神是什麼神呢。當時我來恆波阿舅阿官的企業吃頭路玻璃家，我後來給抽一支籤，這支籤給我永遠就會記得。真正有够准，伊讲赵子龙救阿斗啦，你听有啦吼？咱战到要死，无啥物功劳啦。哎，有影，啊，就有影损失安尼。影当时吼，话讲啊，建成你即马足敖的，后电视台，后电台，啊，你足敖的。我讲你唔通安尼讲，我较早嘛是唔正囡仔，较早真正我嘛是唔正囡仔，惨要捡去汤家树都无钱。所以讲吼，咱人一定爱认真。爱拍拼，所以讲吼，咱这爸母啊，得个大嫂、大姊、小妹，有恁互阮、甲阮支持，也阮吼啊，足认真，也伫咧拍拼。所以讲咧，今仔日啊，特别邀请到吼，咱的报道歌王叶启田先生，即会使讲要邀请伊来遮，甲咱大家见面，你甲想敢有可能，对无？所以讲吼，今仔日咱叶启田先生吼。当时我咧做电台，伊就捌来我拍歌过。知影咱要办这场尔，无条件。伊原来这足无闲呢，伊准备吼，这个有三场的这个演唱会，台北、台中、嘉义三场的演唱会，足无闲伫咧筹备。
然后你看我的电视你就知道，咱若爱买票的，爱赶紧去啊买。这一世人吼，你若敢听伊看伊这个舞台吼，伊咧演唱会舞台吼，唱迄个歌，迄个听到也阁会想到讲伊较早少年的时阵，伊啊当时是安怎会流目屎，都伊的歌都有感情呢。迄就装卡开口，迄即卖歌星无一个对会到的啦。即我敢只大声甲你讲一句话，参伊的歌吼，安怎听恁就听袂深。做囡仔我就听听到即嘛，但是伊真早就出道啦，伊嘛加我无几岁啦。哦，啊，当伊吼巧哩，装卡囡仔，无装卡囡仔，人会晓弄伊台北来。我来邀请宝岛歌王，咱的这个叶启田先生。车顶的水姑娘，感谢谢谢，婆子鼓励者。哎哎，好，哎哎。一回吃过饭汤，心情真轻松。车顶里的水姑娘。活动，一片一片红红，长长乌头鬃。看人就用望袂松，爱伊我心脏急切切。白问你一句话，不知通通。哦，哎，有嘞，哎。坐火车到家己，心情真趣味。车顶恁的水姑娘，对阮笑眯眯，予我加添着勇气，啊，紧紧行我去。啊，拄好开嘴要问你，有咧听见哔哔哔，想问的一句话。不再吞落去。有嘞有嘞。一下下过一桥，辛苦的伊呀，耳空对着恁拢叫，心肝像火烧，吃梦想吃袂倒去。啊，甘的甘稀微，啊，若袂感觉有滋味，啊，咱的作家好友谊，怎样你无想伊，回头做你去。哇！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哇，对哈、哦，哦，大家好啊！哎，建兴啊！哇，真正无简单，这哈、哦，嘿，你也看你，嘿，就做囡仔拢看看你的，做阿妈呢，哦，要参你的歌的特调来要求，真正实无简单。阮这个客店呢，哈、哦，客店。客电影就对了，哦，这会使讲吼，伊的人生呢，实在真正有够精彩，嘛会做立委呢，你唔通看伊安尼呢，哎、欸，要唱到怎啊，唱入去到一法律院的嘛是敢那伊尔呢，真正有唱的呢，呀吼、哦，这真正无简单呐，听讲最近吼、哦。有欠人的款，要阁出来演唱呀！啊对，我讲安尼，今日是咱呐啊草屯啊这个啊陈将军呐啊陈将军庙啊咱啊陈将军的圣诞千秋啊啊万寿哈啊伫遮哈啊由咱呐啊这个陈建成先生。啊，咱哦，诚心电视台哦，诚心电视台啊，咱陈建成啊先生所哈啊举办的哦，今仔日啊，咱庆祝哦，咱啊陈将军的圣诞千秋，诶，这歌唱哈啊，这个啊祭奠哈啊，这大会安尼哈啊，搁有咱啊元宵哈庆祝咱元宵啊，肯定哦，会当今日来交咱大家见面哦，感觉
真欢喜啊！我是讲伫遮问咱大家哈，啊，都啊真热情安尼，咱哦大声话讲有欢喜无？好哦，哦，安尼话就对哈。啊，这个吼、哦，我较无闲哈。啊，是到咱啊啊，建成兄陈建成哈，诶，这个哈啊，这个邀请哈，我嘛一定爱来哈。啊，对我咱建成兄要讲啊，我吼我来先讲一个安尼哈。啊，我最近就是去筹备啊，我的个人演唱会啦哈。啊，伫台北啊，有演出三月十八、十九有演出哦。啊，两江两潮，搁有咧要来咱嘉义啊，搁来台中咱台中安尼哈。啊，所以哦。啊，较无用嘛爱来，我演唱会即马最近哦，啊，搁要出一块哦新歌，伫演唱会要前啊，搁要出新歌，啊，已经拢完全十条新歌拢吼六八条录好啊，搁剩两条，啊，后日要录安尼尔吼，啊，即、這个吼、哦、演唱会吼、哦、一场吼、哦、唱三十六条的歌啦吼、哦，我一场唱三十六条的歌，啊，即马搁爱搁练吼，要演唱会唱的歌的安尼，等哦。啊，建成兄哦，叫我来哦，我嘛一定爱来，对无？哇，谢谢，感谢哦。再讲哦，天王这歌王唔是做假，真正你看安尼吼，一场顶摆办的演唱会我都有去啊。啊，我咧参加，你爱看伊迄个内面的布的背景吼，甲伊这唱的主题，啊，甲伊这素，像迄什么素兰小姐要出嫁啦吼，哦，迄桥阁光出来吼，迄真正咧唱，真正。欸、你真正你较早恁你是爱人啊，捌去用嫁别人，你安尼约约袂着安尼哦。较早咱草地的时阵哦、喔，啊草地的时阵哦、喔，较早年代哦、喔，可能嘛真侪安尼啦，啊加减人也有谈恋爱，但是咱查甫的查某的拢吼、喔，啊人做媒人吼、喔，啊是着人的资分较侪啦哈、喔，啊所以吼、喔、有当时爱人啊嫁别人，爱人啊娶别人，这是较早的时代啦。我你唱哦、喔，你把迄个感情拢唱出来，真正伊咧唱这款歌真正好听。咱演唱会一定大家拢来去，来个支持者，这是真正正咱本土。但是有一点我要甲你讲，咱大陆这边吼，大陆所有的大陆人会晓唱台湾歌，都是拢唱你的，你要相信无？哎、欸，爱签才会赢，哈哈哈哈不爱拼才会赢啦，爱拼才会赢，别记讲我哩爱签咪，爱拼才会赢。哎，确实有影。迄特调吼，迄外省啊吼，拢摕住个。摕一本簿啊，较早我拄去无？你要听歌吗？要听台湾歌吗？台湾歌也可以啊，爱拼才会赢。我唱给你听，一条一块两块安尼在赚的，这事实的代志，这我唔是胡编讲的。对。所以讲，大陆人呐，晓唱台湾歌，就是唱咱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这事实的哦，这不是我胡编讲的哦，这真正咱台湾人的公信呢。真正呢，这是在咱讲真正，这是来运动起来，爱甲你摆者才对。这咱啊，台湾的光荣啦，不是我爱奇电的光荣。真正实在嘛，是你唱迄个气口出来啦，啊无那有这款这款歌这样也好诶，吼。哎，因遐个因遐个什么领导啦，哈啊，真正嘛拢去唱啊，啊，唔是一般诶人安尼。啊，真侪人咧问演唱会这个票诶介绍吼，因为这个介绍唔是一定诶，嘛唔是我定诶。因为这有一个公司不入固定的，啊，所以讲吼，我今两下再甲恁宣布一个，也真正有价值去看的，就是伊的演唱会尔。剩咧唱的啥物？就伊迄个你知吼，即马当前的囡仔咧唱的呀，爱咧啥物？弯钩西，看来你敢听有？迄个你听了袂记哩啊？迄看来啊，啊，所以讲吼，爱听阮客店啊唱歌，今仔日吼，我知啦，今仔日有来吼，加听两条，恁等于在做面包。好啦，我知吼，建成兄弟要讲吼。啊！这介绍宣传咯，我演唱会啦，吼！我看迄演唱会，才看我宣传就好啊。今日赶紧唱歌，互你个听众朋友听啦。为你拍拼好无？真条赞啦！为你拍拼，我给大声鼓励一下，就是要你好嘞，穿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
来比拼，站在人海中去可比，可比上长的一粒星。每日打拼打拼，有时无小小的命，一定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嘿，好简单啦，嘿啦，这个会使讲哦，出道也几粒创的这个吼歌哦，老歌哦。爱你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走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中去可比，可比上光的一粒星。啊，为你打拼打拼，有时无小小的命，一定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赞嘛！一连串的，一连串的，这绝对无冷场的。歌王来到现场啊，笑！这吼、哦，会知讲吼，今仔日吼有来到丹府将军庙来到将军伯啊，庆这个吼祝寿的吼，也所有这个先进大德吼，真正敢那来吼，看到阮客店啊在唱这款歌吼，你就知影讲吼，真正足有乡土气的。迄、那个气口吼，无一个唱会出来这款气口的呢。真正有影，这个禅宗哦，这个这你敢宗较大呢？对啊，最古厝的吼，对啊，对最古厝的，最古厝的吼，这家己最古厝的吼。啊，所以讲吼，你管开口无一个，你安怎讲嘛无效。所以讲会记吼，这个开口足重要，啊，声音好啦，爱扭人的心理。哦，啊，所以讲会记，会晓唱歌的人足济，但是迄个开口就唱袂出来。啊，伊安尼才够唱，注意较早安尼出道到今嘛。十外岁啊！哎，你头条歌唱啥呀？哎，他来山姑娘，王阿婆也敢去，十七岁唱的啦。十七岁啦，王阿婆也敢去啦。哎啦，十七岁唱，哎，看外久啊，讲，哎，有诶，在遮，有诶，在阿未出世咧。这真正呢，这王阿婆也敢去，迄个即马即款歌，还阁足侪人咧唱呢。啊，若唱迄款歌，啥物？哎，哦，迄都啥物？哎哎哎哎，撞破西，迄都闽南美女都无人会晓唱，也无人会晓听有啊。所以讲吼。爱听咱这款老歌，听伊的歌是一种享受啦。真正你会感觉讲，真正这吼回想过去，较早传农村时代的这个时的时阵哦，迄个口味啦，真正所以讲吼，这场的演唱会一定爱来甲看。这真正我无甲你骗啦，这一世人哦，这要阁叫伊讲吼，阁加办几场啊，是我看是无可能啦。那这三场来办完吼，这就是吼。一生的，那还有法度，我会阁叫伊办啦，哎啦，啊无吼，不管是哪老者，无我嘛会叫伊出来，互恁看看咧，吼，看有影无吼？对对对。所以讲吼，台湾客店啊，这会使讲吼，是咱一代，这全台湾省目前即马也无一款歌星接受对伊会到的，这事实的代志吼。来，也无吼，咱一连串精彩的歌曲弄下去，嘛有冷场，好，互因较爽快一下，好不好？来一连串的吼，哦，这诶，这组合哦，这吼，浪子的心情干一杯，啊，搁有为爱，吼，这个世界名曲啦，世界名曲，爱拼才会赢啦，隆重福气，好不？破声较大，破声较大哩，来听歌王唱歌，感谢，谢谢，谢谢。Thank you.
咸湿的流星，拢注的运命，亲像鼎飞到遐的心里。我何时了解生命的意义？我何时了解得到无了时？我嘛是想要好好来过日子，我嘛是想要，我嘛是想要重新来找你。谁人会了解，谁人来安慰我心内的稀微？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等到今夜做伙，烧酒搁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尽量来饮，喝伊嘛西嘛西。无论有啥物困难，袂当解决的问题，暂时来。想遐多，酒醉不知天也地，看开人生的一切。只是是一不免怨叹。路并不免担叹，哪敢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路地亲像稻草人。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一份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一份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破山过来对，谢谢，呼呼，对不起，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感谢，哦，那叶大哥大哥，我爱，谢谢谢谢谢谢叶大哥，谢谢，感谢感谢哈，哎，感谢，这真正不简单，波多瓜王，波多瓜王啊，真正，哦，所以讲现场呢，人生你啊，你是要走去对，哎，恁拢要走去对。后边还有十万块的现金要帮的，恁也要走啊，哟，都是安尼讲，真正要走啊，对啦。这听叶启田大哥唱现场的真正好，听了有中央的。上恁听的咁高声。啊，是讲恁拢无要搁听的哦。安可，较大声，无够大声。你是咧叫恁阿静呢？系啦。安可唔是阿静。系安可。来，爱听的甲安可甲发落好嘛？来。发落。安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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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大声。安可，安可，安可，安可。来，我看嘛，我看嘛，人走袂哦，来来。哇，上细声啦，无咩事啦。上细声，敢若无咧呢啦，就是啊。上细声吼，叶启田大哥车请来要走啊，爱听无？要听无啦？爱听无？有啊。较大声嘞，爱听无？有啊。咱做伙来画伊个名，好来。叶启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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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有啊，安尼好啦。
安尼无好，搁邀请起来好啦。好好，趁你今晚阿伯走的时阵，赶紧个，赶紧个叫起来吼。隆重来，搁来邀请，邀请报道光叶克登先生。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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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也是实在，虽然初次对这来想你真焦待，永远对恋人不舍，你袂离，我是海鸟。才着来离开，请你快乐等待我回来。破下吹喽！耶！哟吼！吼！天哪，我赞嘞！你要干嘛？嘿嘿！呼呼！耶！想要对伊讲，我一定再来，但是偏偏讲袂出嘴。这姑娘的心内一定也会知，你的酒困啊，快笑呀！心情迷乱，难分也难解。请你快乐等待我回来。这是咱运命，一定爱看破，唔通为爱痛苦拖磨。船的声音吹着咱将船东西，站在码头为我喊着。虽然男生也会流目屎，请你快乐等待我回来。谢谢各位，谢谢大家。人讲一句话无唔对啦，姜还是老的辣。哎，真巧，真巧，真巧。这听讲要七十岁啊呢，说不知。哦，真正，个人个看吼。所以讲，这叶启田大哥的演唱会吼，绝对吼，一定要去看，真正赞。今年3月18、19，嘿，19伫台北，台北第一场。哦，所以讲还未拍票的，赶紧呢。对。哦，紧去拍票。啊，重点是阮诚信电视台吼，这担当署长吼。伊会伫电视吼，当接招啦，我接招，大家照看，大家照招来看，对不对？家己较近啊，咱家己带来家己看。咱位吼，一边包游览车去甲台北，好，安尼吼，不要台北看。电视台等等下要甲动员嘞，水哦水哦，叫200架游览车去嘞。哎呦，好，赞赞吼。所以讲，阿叔你阿买票来赶紧哦，迄落迄落 seven 啊，即摆拢有迄个售票系统，售票系统，即摆听好，赶紧去拍票，是，啊，赶紧去抢迄个位啦。对对对对，来。算了，我继续跟咱安排精彩节目来。是，又到咱这小马，哎，来安排一首《怀春曲》。怀春曲，来，掌声鼓励一下。来哟，咱大家好
同爱啦，谢谢。我看看这些事情。小马跟咱所有现场好朋友问候一下，来，我谢谢感谢咱这好朋友，安尼今仔伫这个百忙当中哈，来到那丹府将军庙，谢谢感谢您，关小姐，快乐，谢谢，关小姐，好，感谢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赶紧放后边，搁过来歌星还袂唱嘞，好，谢谢，感谢，好，谢谢，来，赶紧继续跟咱安排咱这个爱丽的歌曲来，哦，贪恋的酒，无哦，是素英啊才对哦，你讲记唔对去啦，哦。艾莉小姐啦，哈，来，艾莉小姐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哈，贪恋的酒，贪恋的酒，哈，来，掌声给艾莉小姐，鼓励一下，谢谢，谢谢。现场的咱家所有的来宾，大家好，祝冷的哈，我唱一条歌，恁听都袂冷啊，贪恋的酒，大家呢，元宵节快乐哦。苦了，徛足久的吼。想袂到一杯甜甜的酒，干脆饮落山来变成一世人的忧愁。花花世界是你的阴影，你已经袂去天中到地久，请你慢慢去感受，谁人对我够有，将心比心认真去体会，为啥离开温暖的手，一个辛苦靠苦的理由，来来放开阮的手，缘分已尽，千万难留，我不该，我不该贪恋一杯酒。
想不到只袂滴滴的酒半醉饮落山来变成一世人的忧愁看看世界是你的阴影你已经袂去天中到地请你请你慢慢去感受谁人比我够牛终生必须认真去体会为什么离开温暖的手给我一个辛苦靠苦的理由哪会放开我的手缘分已尽千万难留我不该贪暖一杯酒来捧个声给过来来谢谢这爱丽小姐应该都有听过啦吼贪暖的酒谢谢爱丽，谢谢，感谢咱这个吼专属舞群来，赶紧继续过来个安排。咱这个暗时八点到十点的吼，咱这个怀念的老歌，咱的素英啊，来安排一首咱这个吼台湾主曲，赶快播上来，过一来素英。谢谢咱所有来宾，辛苦您咯，让您这暗，搁您这寒哈。来，咱唱三首的台语老歌，献给咱大家，谢谢。
谢，感谢咱素英啊！哎呀，谢谢好，赶紧因为时间的关系，拍摄好，来，赶紧继续跟那个安排，咱这个阿幺啊，赶紧来安排一首咱这个日本歌曲《山明海雪》，来，赶快播一下，给过来一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わしがばんも三年あらす意地の島めも惜しれがち夕日せにしてすすきをかめば湯のかしみじみ里心やたねたらやたねやたねたらやたね箱根はじりの半地ございます。山明海雪。秋冬初爱你的时，用山明做证文。生生相依情不替，海誓无悔。阮当那体无半句话，是咱用心无够多。是前世也是今生。有缘无缘找，心爱的只有你一个，心爱的只有你一个，我的心，我的心坚定，山明海雪。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スギの子たちを三着よけて生まれ在生忍び朝おかすまね顔さえ出せぬ積もる頃は倍返しやたねたらやたねやたねたらやたね箱根はじりの半地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谢谢阿瑶啊！山明海雪，谢谢，谢谢，感谢，哎，感谢阿瑶，来，赶紧时间来，赶紧，赶紧来安排 last 的歌曲。萱萱小姐，十八姑娘几缕花，来，掌声鼓励姐，呼呼！大家晚安。来，舞裙好了没有？舞裙。
孙的爱，孙孙的爱你，望着春风，望着希望，望着土地青黄，五十年阿妈的老酒味，伴阮想着你，想着阿哥阿妹相当你，想着单相思。邀请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所有来我们的主持人，请请，谢谢，掌声欢迎，耶呼，哎，谢谢，谢谢。孙孙的情，孙孙的爱，孙孙的爱你，望着春风，望着希望，望着土地。伴阮想着你，想着阿哥阿妹想当年，想着单相思。好来哟、哦，准备一起唱哦。三杯古酒一蕊花，一蕊花。平安顺心，将心情带永远跟你做伙。谢谢，拜拜。